手移情对镜子。人士噶，其實上翻行路先，上翻行路先。指責警察暴力，但他又不想想他們自己所做的事還更加暴力，那你 要以武去制你的暴，那沒辦法，所以就被人家 complain 他們是暴力。政府可能出一些的policy， 那大家盡量要配合咯，即是反對或者即可能有些 question 是對的，但是盡量都支持咯。2020年的香港希望盡快可以恢復翻和平，係啦，即係遊行好緊要，最緊要唔好暴力。習近平點解難事係要因為你領導人笑咗，你口口聲聲十分鐘。我想整個城市要話事的不是政府，而是市民呢，
而透過一個壓力呢個力量，都希望佢即係盡快回應翻市民嘅訴求咯。唔係因為希望而堅持，而係要透過堅持先可以有個希望出嚟。